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1月16日，我现在来到乐富街市，我们进去走一走，看看乐富街市里面的情况。这一档是有机菜的，呢度側邊有啲鋪頭啦，龜苓膏啦賣，仲有間八方雲集添。啊！呢度有間香港仔魚蛋啊！都多市民喺度幫襯，我長腳蟹啦，哇！啲蝦好靚喎，好新鮮啊，有啲花螺啦，大連鮑魚啊，68元一份。啊，係啊，好靚啊，開麥啊。係啊，要食嘛啫。基圍蝦啦，係啦，68元斤。啲聖子啦。大花蝦，哇，抵啊，30元一份啊，啲。我係琴日先收完糧噶嘛。呢度就賣淡水魚啦。好生意啊！可能今日天氣凍啊，啲人買嚟打邊爐啊。有啲燒味飯啦，單拼23元，雙拼25元，四寶飯28元。
鴨翼啦，燒鴨髀35元，雞100元隻，50元半隻，燒鴨啦，啲滷水鵝啦，冇下裝啊。喺度好多糖果賣添啊，荷蓮糖果啊！跟住有啲銀河廚房啊！有啲炒米啊，粉啊，有黐飯賣添喎。啊，好多市民喺度買緊啲瓜子啊，53元一斤啊。角仔買啦，好靚噶！你去震啦，震起好靚噶！你買住試撚先啦，出咗年再買啊！我震咗好啦，好靚噶！有啲蠔啊，蠔賣添啊，啲市民喺度辦年貨啊，學生就20元一盒啊，雙拼就22元，普通單拼咧就25元。雙拼就27元先啊，有煙出啊！發財蓮有25元。潮州滷水鵝128元一斤，芝士多啤梨禮盒啦，咧有2pack嘅，啊，有依度有啲焗豬手啦，黑椒焗豬手啊，哇，好好味啊，睇到都～哇，好抵喎！
好大隻雞啊，58蚊隻咋，三黃雞啊，原價88蚊嘅。呢啲醃咗嘅餸啦，一翻去一整就可以噶啦，佢醃定曬。咖喱魷魚啊！有啲打邊爐嘅牛丸啊，啲心丸啊。哇！呢度又有糖果賣。你擺下手埋嚟咧，就大大力啲啊！樂富街市，我哋影住咁多先啦。離開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頻道啊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